2月1日，官员出席联合国青年论坛之行圆满结束，但是一段隐藏在曼哈顿的神秘行程正等待着揭晓。而王源的最新大片也为粉丝揭开其神秘面具。大片中，王源一改往日的可爱风，梳着背头，露出眉毛和额头，英气十足。他身穿红黑白三色格子外套，内搭牛仔衬衫，尽显其翩翩贵公子的一面。他或是对着镜头露出害羞笑容，或是背靠着书架轻抚过书架上的珍贵藏本，彰显出轻熟书卷气质。网友粉丝们纷纷在底下留言，大赞王源太帅了，这也太撩太帅了吧，还说他是笑得最阳光的 boy， 永远都是这样干净清爽，贵气又灵动，溢美之词溢于言表呀。更多精彩请下载中国 NTV。